这里是香蕉街拍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小陈的房间，准备打开仙女的包包，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就按门铃。Hello， 小陈你好，我们是香蕉街拍，然后今天想翻翻你的包包，看看里面都有什么。啊，好的，里面有秘密。Hello， 香蕉街拍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这个呢是这次时装周我带来的包包，啊，要有一个翻包的节目，所以你看看我包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。我今天介绍一下这个，我刚到巴黎，我经纪人就送了我一眼膜，说怕这里的时差倒不好，让我听听。这个是我刚到那一天就收到的礼物。先介绍一下我必喝的姜茶，每天都要喝一点姜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巴黎这几天还是挺冷的，我们每天经常在外面走大街的时候会淋雨，然后喝一点这个会暖身。这是我常用的口红，还有一支特别可爱的小香水。这个是我带的粉底，妆啊什么的，比较方便，比较实用。还有一个，我的包包比较小，装的东西就这么大点。也不知道你们平时出差的时候呢，你们包里面都装了什么东西？反正呢，我是轻装上阵型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